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七彩新舞台，巨星的摇篮。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。
挑战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马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卫冕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回来就好。挑战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马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卫冕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挑战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马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。你看，我把旗袍找出来了，洗一洗应该能穿吧。赖导他答应了，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房租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啊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不是嘛，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，家里我还是会顾啊。好好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是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钱我会处理，男人的事你不用管。什么叫做男人的事？你算什么男人呢？你整天窝在家里好手好脚不出去工作，写那么多，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拜托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？怎么不看你自己啊？你买那台那么贵的唱机做什么？给谁看啊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个手表茶壶，还有那条贵的要命的鱼。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。你要不要连菜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不是他的保佑，今天美心的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。钱都给观音好了，全家人都跟你一起入戏美空好了。哦，为了家里的开销，你知道我跟我妈妈多么扫兴？你算多丢脸！丢脸！穿这样子就抛头露面，我能不丢脸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干嘛？还我！挑战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
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问了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在伯仲之间，当真是。这个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相当的可爱，尤其是马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。希望可以继续加小赞德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，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其实相当不容易。
有个洞哎。爸爸，你看我，爸爸，你看我啦。美心，看前面喽！你不是要送一首歌给爸爸？